很久没有见面，有空出来喝茶吗？有没有想过只需要工作2到3年就可以享受30到50年？安哥安弟，你可不可以给我15分钟时间？你不给我买产品不要紧，但是我包你一定赚大钱。你要不要 join member 啊？大家好，我是 DJ。 以上的对话是不是好像在哪里听过呢？我将会为你揭开 Amway 到底有什么这么厉害的洗脑行销套路。那吃了 Amway 的 Nutrilite 会不会像网民说的有副作用，还是可以帮你延年益寿？那想知道这些惊人内幕的朋友，马上狂赞或者给我一个爱心鼓励鼓励，好不好？如果喜欢的话，记得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看到这个影片。在留言里和我们一起互动。如果你想成为我们的金主爸爸，赞助我们的节目，或者有才华的朋友想和 DJ 平台合作，欢迎 PM 我们。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对 Amway 有这样多意见，甚至还讨厌 Amway？ 他有得罪过你吗？那你讨厌 Amway， 但是为什么 Amway 每天都有新的会员，每年的销售营业额都创新高？那你有买过 Amway 的产品吗？还是啊，你有做过 Amway 的直销商吗？ Amway 啊，真的有骗人吗？你不做，很多人照样做，为什么还是可以赚到钱？怎么可能？有可能。我已经赞了，那你赞了吗？我还在等你哦。告诉你一个天大的秘密，你知道 Amway 的老板原本是卖 burger 的吗？那为什么后来呢做了 Amway 直销？ Amway 安利是一家来自美国的 multi-level marketing 的直销公司，在1959年呢，就由 Jay Van Andel 和 Richard DeVos 这两个死党一同创办，那主要是卖保健、美容、个人护理和家用产品。那 Jay Van Andel 呢跟 Richard DeVos 是高中同学， Richard 呢每天啊都搭 Jay 的车上学，那甚至啊还收到一条底裤两个人谢穿，那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他们有着共同的创业理想和点子，第一个合伙生意就是开了一家飞行学校，还在学校卖 burger， 很快的就赚到了第一桶金。那有一次呢，表哥去叫了 Jay 和 Richard， 告诉他们啊有康桃，其实啊就是要拉他们进入去卖 Nutrilite 的直销。他们了解了 Nutrilite 的 MLM 行销方式，立刻中邪，那脑充血 join 了 member， 开始啊跟着以拉人头和人传人的方式呢去做直销。两个人的口才好像吃了蜜糖那么甜，拉了很多的 Auntie Uncle 做下线，很快的就在第二年是赚到了30万美元，在50年代呢是一个天文数字，成为了 Nutrilite 最成功的直销商。在1959年， Nutrilite 搞内讧，公司啊几乎面临瓦解。两个人呢认为啊始终都不是自己的公司，决定啊要跟公司呢切割，创办了 Amway 安利，发展了属于自己的销售网。那累积的人脉呢，让 Amway 的业绩很快飙升，现在已经成为全球直销公司的第一品牌。怎么可能？有可能。为什么 Amway 直销能够做得这么成功？到底有什么不可以告人的行销套路？其实当年的 Jay 和 Richard 也和许多做直销的朋友一样，都是通过亲人和朋友的介绍，再加上啊出席了 Nutrilite 的讲座，听了一些很成功的分享，就这样就被很吸引人的直销利润分成和模式套住了。那直销顾名思义，除了让你卖出的产品赚到利润以外，还要利用 MLM 的模式抽你找回来的下线所卖出来的所有产品的佣金。那这种经营模式啊就是金字塔，先到先得，最上层的肯定赚最大。那 Jay 和 Richard 呢努力的卖 Nutrilite， 招了下线，在短短的时间内啊就已经建立了5000人的团队。但是呢两个人啊并没有因为这样子而摇摇脚整收钱，而创立了 Amway 后呢立刻和厂家研发和生产首个浓缩有机清洁液，那也获得了市场前所未有的欢迎，很多安迪啊都争相购买，让 Amway 呢吃到了甜头。那生意啊越做越大过后，两人的野心变得更大，那最后还吞掉了清洁剂的厂家，改名啊为 Amway Manufacturing Corporation， 那作为生产新产品的平台，内乱的 Nutrilite 啊，也终于在1972年的时候被 Amway 完全吞掉了这块肥猪肉。Nutrilite 至今呢，还是 Amway 旗下最大的品牌。那看着这个影片的安迪安哥，有没有吃过 Nutrilite 的保健品啊？那有没有吃过它的维他命还是蛋白粉的减肥幸福餐啊？那请在留言里面分享一下，你吃过 Amway 的哪一种保健品？你可能讨厌 Amway， 可是还是这么多人喜欢买 Amway 的产品，还有做 Amway 的直销。那难道 Amway 只喜欢选你来骗吗？那 Amway 旗下的产品啊有 Nutrilite、 Artistry、 eSpring、 Atmosphere 等等，生产的产品超过450种，包括清洁剂、美容保健、个人护理、滤水器、空气过滤器等等。那 Amway 呢将直销和多层次传销两种方式完美的结合，成为了一套销售策略。每个直销员都被尊称为 Independent Business Owner， 那简单来说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当老板，那不需要成本，不需要囤货，不需要租金和员工，就可以开始当老板，那圆你当老板的梦。这些经销商啊可以
以从卖出的产品里面赚取佣金，也可以从他拓展的业务下线中获得分红。那哈佛商学院认为啊， Amway 是世界上最赚钱的直销公司。这一套通过金字塔多层次的传销，让许多人实现赚取被动收入，也就是说不用做也有钱收。那业绩好的还可以免费获得 Amway 赠送的旅游配套，那实现环游世界的梦想，并且呢可以将自己的业绩传承给下一代。这种等独人如诺卖梦想的策略，肯定吸引很多人来卖命。今天你可以鄙视直销，或者打死都不做直销，可是还有千千万万的人愿意做直销，甚至还赚大钱，怎么可能？有可能。外界有很多人认为啊， Amway 好像老鼠会那样骗人家上贼船，但是呢他如何迅速发展成为龙头大哥，他的成功秘诀是什么？你要知道 Amway 其实拥有合法的直销执照，但是许多人都骂 Amway 啊是骗人的，骂销售手法是老鼠会这样子来传销，骂他们拉人头，骂产品普普通通但是却卖得西北贵，骂金字塔销售塔顶永远赚钱，塔底的人呢就永远亏死等等。但是你有没有真正的了解他？那 Amway 的销售模式和理念不像一般的商家，死死啊要进 supermarket 商场 pharmacy 等等。 Amway 的直销方式啊可以减少上架和广告费，通过人传人直接将产品介绍和提供给顾客，这样啊就可以大大的降低了产品的成本，从而达到最大的利润，同时顾客也可以消费和享用性价比高的产品。那如果顾客用过产品过后觉得良好，还会主动回头买，不满意的话还可以退货退款。除此之外，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 Amway 的系统已经非常成熟透明和公平，那利润和奖金制度也非常吸引人，让没有资金和门路的朋友以最低的门槛创业。那你身边有没有做直销的朋友啊？那欢迎大家 tag 他们出来分享给他们看到这个影片。 Amway 已经成为直销的代名词，就好像 Maggie 是快熟面 Bambus 是纸尿片的代名词一样。 Amway 在直销品牌中名气最大，成立了超过60多年，分布在全球超过100多个国家，每年的总销量啊达到将近100亿美元，是全球最大的直销公司。那 Amway 打造的销售网每天都不停的成长，优秀的产品和服务都在影响着许多人和家庭，那生意呢越做越大，生意越大争议性也更大。 Amway 的系统被国际认可，可是有很多做 Amway 的害群之马，没有根据公司的系统，反而使用极端的手段硬销产品，硬拉人，招摇撞骗，把 Amway 的名字啊搞臭，结果自己的生意呢也无法做大。无论你是几时入会，哪怕是上到皇冠大使的阶级，都根据统一的价格和奖金制度来销售。那有人说 Amway 的市场已经饱和，没有发展空间了，但是不断创新的企业品牌是可以创造市场需求的。那例如苹果公司用一款革命性的手机 iPhone 开创了智能手机的新时代，而 Amway 也是一家与时并进具有创新力还有优秀的企业，在产品研发运营管理等方面都累积了雄厚的实力，每年啊都能够保持良好的成长，打脸了质疑的酸民。那不要再傻傻的以为 Amway 是在骗人了，也不要 boycott 这些做直销的朋友，其实这些不良的印象都是这些令人反感的害群之马所造成的。在这里就要为大家准备了一个彩蛋，那 Amway 除了是全球第一的直销品牌，在中国也成为第一个被微信授权开微店的品牌企业。那马化腾的微信公司拥有超过12亿的用户，第一个授权的合作伙伴是闻名世界的 Amway， 为每一个经销商在微信上面建立一个微店。 Amway 被微信看中的原因是啊，第一，营养保健和体重管理产品的市场潜力极大，那第二， Amway 旗下的高端护肤品牌啊具有市场竞争力，以及第三， Amway 的空气净化器和滤水器是严重受污染的中国家庭的必需品，而第四，提供普通人一个无限的创业机会平台。分享知识是一种美德，喜欢这个知识就按赞，那你关心谁就把知识分享给他。那喜欢我的影片请记得在 YouTube 里面订阅我的频道，还有按下小铃铛，那希望有更多的讯息可以分享给大家，我们到时候再见，拜拜。